再来看有台社员工向立委检举，指控咱国内有一挂做防止爆炸设备的业者哦，因的产品合格证明书涉嫌造假，因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工厂的安全防护，所以要求相关的单位就应该要展开稽查。石化厂发生爆炸或者是火灾，制造恐怖个造成公安的问题，吼，附近居民永远是真惊吓。为此，石化厂内底电气设备规定必须使用有防爆炸功能的。不过，市立立委邓兆华接到乐清员工检举，指出严正单位协助业者造假，提供无合格防爆炸电气设备，显示合格证明书顶头写的是可断铸铁，但实际上是灰口铸铁，强度是比可断铸铁的来的低，所以是不能达到原本声称的防爆功能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。检举人指出，甚至有产品宣称使用是国际大厂的料，但大厂根本无提供做混料，认为所付的证明书大有问题。即防爆炸功能可能有问题的产品，防卖到台塑甲中油等石化厂。对此，劳动部讲要查。只要有真的进行伪造，即刑法二一四、二一五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，加以送。中油嘛表示，一个月来完成清查。109年到现在。新的厂子不多了，我统计过，大概在林园厂有一个，那大林厂有一个，现在在修复中哈。那台湾炼厂有一个，如果是按照标准去，在美国，比如说UL 标准去做的话，它基本上不太会有故障的问题。中油讲，防爆炸设备正常使用，无啥有故障问题。那讲是防爆炸米，较属于无固定研究材质，需要搁定来检查。立委陈昭华要求主管机关劳动部应该赶紧来彻查，卖让全民活在公安的风险之中。记者林志文、王家宝台北报道。